佢哋咧就有參與，亦都咧啊有啊作出咗申報啊。咁就葉國謙議員咧先幾日佢自己亦都解釋咗嚇。咁葛佩凡議員咧尋晚亦都同我講，佢打算咧就將佢嚇，因為佢係早咗啲去咗德國。咁佢準備將去德國同法國之間嗰個嘅機票嗰方面嘅差額咧，佢準備咧都係用一個捐款嘅方式咧係捐出嚟嚇，咁就即係避免好似喺嗰方面咧得到多咗啲嘅好處喺度。